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！看招！嗯，滑板鞋吗？为什么会有个结呀？哼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 我怎么感觉我们家蓝要没了呢？我去看看去啊！快走，那边有个人，那边有个人，你咋的？ 咱也别走了，没什么了。你咋的呀？你是觉得你二级你能打过我一级是吗？来来来来来，你给我站那儿，给我站那儿，把他们也换上。右边有滑板鞋，你就搁这耗来。 你就别走了啊！你就别走了，今天你走你就是我伤的。哼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没想到吧？我又回来了！操你哥了，我走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这是干什么？这是干什么？两级反转，晕锤，锤，锤，跳！谢谢你的红，我这一人打仨，你们赶紧像点样啊！我干完滑板鞋，干梦魇，干完梦魇，干结。结完是滑板鞋又上线，我再干个滑板鞋，我这一人干仨。 50-65多少？50-65100，应该够。再见，溜，打个闪，白打个闪。你咋的呀？把他们也算上。你咋的呀？ 你咋地呀？我这小饼干不治你吗？把他们也算上。这咋的呀？ 不服呗，嗯，不服呗，服不服？嗯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没有能打的呀！你们家，把你们家能打的都叫出来。 这就是武器大师嘛！哎呀，严阵以待。
无敌没？早就无敌了，我在一级的时候就已经无敌了。晕，重锤，锤。又来了，杀完一个就来一个，锤锤重锤重锤重锤，开炮，往哪跑？想跑？直接追！我说实话，有一点难，可能会死，但是我不怕。老板鞋怎么跑中路去了？滑板鞋把左一的，又给我拿红是吗？拿来吧你，吸血，给我下当了，没大这波。这个劫挺细节啊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劫如果、啊、他的影子往这边放，或者是往这边放，我杀完他直接收塔，但是他往这边放，我杀完他他出不了塔，很细，所以我就只能跟他换了。这波其实他赚了。细节，我又回来了。Shut down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据我的推断，这个劫可能要杀起来了，因为他吃了我的赏金，但是没用，我已经打到二塔了。现在该我了。爆点连锤，锤，重锤，锤，锤，怎么几个人啊？开杀我！啊，再见！一技能开起来，眩晕，想杀我？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，跳小兵。哎呀！他有大，我靠！没躲掉大招伤害，我先试一试能不能把大的伤害给他躲了，看来不行。严阵以待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这梦魇出的纯右风。中路怎么回事？中路这俩挺猖狂啊！注意啊，这波跳小兵，那我杀这个。居然没运到，我来了。谁呀？滑板鞋啊？锤石，锤石咋死的？我不知道啊。猜中猜中，不管他。你还敢过来？我是真没想到啊！来，你飞！我去，你出个右转，你还想杀我？这小黄毛的大招，我没想到啊。螳螂好像有点呆，你想干什么？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啊？嗯。Shut down。我在期待什么？队友快要送的比你快了，没用，我现在打他们家五个，你看我等级啊也不算很高，我怎么才十一级呀？我现在不应该十五级了吗？把他们也算上。我靠，大冰蝎！谢谢你的双 buff。推重锤，接重锤！快速三刀。出个十五，打出重印。队友可以中下推，我们推个上就完事了，爱咋浪咋浪吧，他也输不了，没事。我们这装备起来就已经无敌了，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先锋顺手打了呗，先锋打得太慢了，把
他们也换上。耽误时间呢，那先锋还没我推的快呢。真肉啊，我靠！你给我站那儿！给我站那儿！呀，好肉啊！不如回头杀劫，我这 A 不出来 ，A 不到。他这属于是搅屎棍，你知道吧？去加入队。不过这样玩才有意思。大龙刷了，把大龙一打。两路一破，也没人能守得住。唯一一个伤害还是左一。跑这么快呢？你是不觉得我杀不了你？靠我点颜色不成？再见。这梦魇我不跟你打了，你追吧，你使劲追，我不跟你打了，我走了。这我以为他这个E技能会从这个墙穿到这个位置，我就没想到他能从这儿穿到这儿，早知道我回去了。刀吗？那把他们也换上。打大龙去吧，我去中。这场游戏将由我1v5结束战斗。
那防御塔怎么没完没了了呢？几个人啊？我看看啊，天有点黑。梦魇可烦人了。翻了，除非我掉线，要不然永远也不可能翻盘。为什么？因为对面塔全没了。我们拆了十个塔，他们拆了一个塔。我现在就出门就死，他都翻不了。你看那螳螂都191，他都没用，他不推塔，他上哪赢去？螳螂像个演员，我发现他可能是演员。他在演戏。去大龙啊！没想到吧？别跟我来东西了，我去打个红。破他们啥路？跟对面玩一会儿。严阵以待。我操，1000块钱呢？啊，这么贵吗？这么富有，真肉啊，真肉啊。你是觉得你无敌了是吗？全剩一身血，我操。哎呀，啥？两个一身没打死。人均赏金，左一200，劫200，让他们爽一爽。完了，完了！一共整场游戏呀、都没让你干一件事的，就让你拿个龙，你都拿不下来。一共这一场游戏就让你拿一条龙，你说你都拿，就干那么一件事，就做这一件事都做不完。一件事都做不好。螳螂绝对的演员，我感觉他是演员。你是不是觉得你挺幼稚啊？这小兵什么意思啊？没呀。愚人节彩蛋呢？这不也有彩蛋吗？